我刚才有断掉吗？大家好，我是杰克，我今天来到三崎星星拉面，他这边有出一个大胃王的挑战，是20分钟之内 要吃完这个3公斤的超巨大拉面。那这个3公斤的超巨大拉面，它的面量大概1公斤多重，然后它的豆芽菜也有1公斤多一点，加它的肉、溏心蛋、叉烧和它的汤，总共加起来也要3公斤，20分钟内要把它吃完。之前看其他大王挑战的影片，它分量蛮多，然后又很烫，所以这个挑战算蛮难的。那不知道我今天能不能挑战成功？这个挑战只有限时20分钟，所以我等一下会用全力来吃。等一下挑战的画面可能不是那么好看，那我们直接开始这个挑战吧 ，Let's go。She left her body in Harvard above me. I saw no shadow. I looked around, searched every building and home that I found. I saw no shadow, but felt a glow. The warmth inside me kept me afloat. But like heaven, I found my bones. You gave me comfort when I feel tired. God, I'm the Lord. Yes, it's time to get better.I heard the heavens crying above me. They gained an angel. I lost a friend. I felt like dying again and again. I went through hell instead of death, but I keep fighting with each living breath. I saw no way out from where I stood. Felt like the fire had fallen. Yes, it's time to get better.3分半，还有16分3。我就会烫了，你要老死了。5分钟。logo 8分钟。
干，我要是有断掉啊。啊？断掉？我没看到啊。完成啦、啊！那我刚刚总共花19分36秒压线完成，这个挑战真的非常的困难，真的是蛮烫的。我用了好几个碗分装散热，然后分开吃，才吃到压线才能完成。像丁丁、好好和其他的大胃王，他们都可以很轻松的完成这个挑战，他们真是太强了。我真的是拼尽全力才压线完成，然后也顺利的拿到这张被兑换一次的拉面兑换券。那我刚刚挑战的时候没注意到，不小心咬到了铁块，结果我的牙齿有一小角被咬断了，现在还超痛。那我明天可能要去补牙了，也真的蛮惨的。所以如果参加大胃王挑战或比赛的时候，其实要注意一点，很容易会有这种意外发生。那我这次也是没注意到，所以不小心咬断了牙齿。那我今天挑战就到这边为止啊！如果想要知道我更多动态的话，可以追踪我的 IG 或 FB。然后喜欢我的影片，可以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。如果有想看我挑战什么或开箱什么吃到饱的话，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讲。那我是杰克，我们下次见了，拜拜。